来，海上竹子，你开麦。Hello，嘿，海上竹子，你好。来，安安几岁？哪里人？哎，你刚刚不是开了吗？喂，Hello，听得到吗？哎，可以。来，海上竹子，你好。来，安安几岁？哪里人？40多岁，台湾人在上海。好，在上海的台湾人。好，来，那个海上竹子，来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我没有想说什么，只是听到哎，你说没人 call in，哦，然后我就想说也好久没跟你聊，哦，然后再加好，上我太太她不在，然后因为她时常在床旁边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话，然后哦，今天不在，哦，所以就来来跟我 call 聊你。天就是，哦，好，谢谢你，对哦，啊，哦，对好，啊，那因你有为没我有这特个别什人么想要跟我聊的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，哎，因为你我这说。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很没深度的人，所以你们讲的话题都好怎么讲呢？就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储备，插不上嘴，好吧？那你讲这个白纸运动，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现象就是，就我看来哈，蓝绿他们都有表态，第一时间那个前主席也 po 什么一些东西，就声援。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觉得好蠢，很没必要，也没智慧。就是说，你到底是在他们说你要声援言论自由，然后他们期盼的可能是说政府要听人民的心声嘛，对不对？你人民表达了一个诉求，那你做出一些对应的改变。OK，好，这个白纸事件如果过了，好，然后疫情也过了，然后再过个两三年，好，大家又拿了白纸出来说，你们在统一台湾事情上不作为。大家拿出白纸，那你这时候台湾你要声援他们的白纸运动，他们的言论自由，对啊，这也对不是他对？们的这，言论自由，是啊，对啊，那你到底支不支持这种言论自由？对，我就挺有觉道得理就的，对，听起来很白痴啊！你现在就要是啊，是问一啊，下大家是不是赞成就是统一，无论如何不计代价要统一？是，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，大家也可以对拿啊。白纸上街抗议，就是抗议共产党都不统一台湾，然后大家都拿着白纸，这也是他们的自由，是啊，对，没错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有道理，看。又蠢又坏的一群人，然后都是在表演。那个国民党，然后那些，刚讲林非凡，那看了就恶心，好吧？然后，反正就是表演啊，也没什么营养。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些人嘛？我觉得一点都不是，他们只是在转移焦点嘛，从绿的角度上，对啊。然后，这个大概就是只是我增的加台看湾法。抗中的情绪啊，就是继续对抗啊，中对啊，这样，对。对，但是，然后我想跟你你讲说，一个 我听你上一集，因为我是你会员嘛，然后我工作都在家，所以我就会放着听。我听到讲那个法轮功，然后我就想到谁讲法轮我以功？前啊，有啊，不是有讲到一点关于法轮功哦，嘛？江然后泽我民跟你时讲，就代的是，法轮功，OK，对，那是我刚到上海来啊，然后我就不是要应征那个人员进来嘛，下属。其中有一个就是信法轮功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哦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跟你讲，这女的，就是非常非常漂亮。哎呦！她大概是我印象中，可能是我到大陆这20多年来，可以排上前10漂亮，我真的你接那触么过女夸孩张？你子。在大陆20多年可以排到前10漂亮，这么正，就是你看，真的有认识。然后有看到有接触到这种认识，不是明星那种啊，是你真的见到，真的很漂亮。那你还不录用，陪他一起当然练有功，啊，让我他录白用天练功，你晚上也陪他练功，你有录用是是不有是？曾经有这个，有啊有录用，我是录所以用是之晚后上也才陪他知练道功的。吗？没有，并没有，哦，还没有到那一步，他就消失了。不过好，哦，消我觉得。失了，就是说，我会回想这女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她有时候会那种让人感觉就是精神是处在一个游离的状态，然后对，就是有时候就有时候眼睛会无神，然后会那种精神游离，这样你就觉得她好像灵魂出窍了。
哦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练功的问题啊，这是我觉得就是、不知道是不是练了这个功的关系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 我除了漂亮，就是我也会有这种双眼无神，然后所以她是一个 很漂亮，但是没有灵魂的女人，就是了。有一点点行尸走肉的感觉，现在很多没有很严重，但是现在很多女的都这样哎、欸。哦，妈呀，那个我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但我都喜欢哦，没有啦，来你继续哦。好，然后就是有点那个练功练腔调，是不是啊、哦？对啊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是、可能过了好像还不到试用期吧，后来同事之间就会传嘛、哦，就说哦，他好像是。练那个就是有加入法轮功，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是为了跑路还怎样，哦、反正就莫名其妙的就也没有辞职，就不来上班，就这样。跑路？我只是法轮功信徒还要跑路，还是他其实有很高的教职？他在宗教应该也没有，应该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风气上，就是你有在信。的工，大家会有异样的眼光，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的氛围是这样。哦、OK，所以他后来就不知道跑路到哪。哎，但是二十年前，那他现在也快四十岁了吧？四十几了吧？差不多吧，应该四十了。嗯，然后啊，我再讲一下，就是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好，来你继续。哎，就我刚到上海那时候就有。那时候江泽民好像还是有权吧，还是有一些权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其实对他的评价是我印象中是不好的。嗯、然后我跟同事在一起啊，那么出差聊天，就男同事嘛，总是会聊他一些绯闻啊什么的。哦，你是说跟那个是？对啊，那我们就不讲。你说啊，是谁？对，你说啊。就说了没关系了，这个大家都嘛知道、哦，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，对啊，唱歌的那个，对啊，对，我以前就听过了，好不好？我十年前、十几年前我就听过了，对，跟唱歌的那位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然后那时候，好，不知道了。刚到上海来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蛮多那个下岗工人的。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可能对政府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嘛。嗯，因为很多便利店啊什么的都是那可能四十多岁、四五十岁，下岗的那个妇女这样。嗯，所以整个社会的氛围是，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？就比较不爽政府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到后面那时候，后来是温家宝嘛。温家宝，他们上来之后，就是他们形象上好像变得比较亲民，对，亲近民众一点，比较接地气一点。胡温体制，哎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然后反正大概就这样哦。时间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限定时间呢、啊，因为差不多了，嗯。看来有下一个人call in，要让call in了。好啊，那如果还没有人的话，有啊，有四个人了。哎、你还要说什么？没有了，没什么，不太重要。哦、对、啊哦，不重要就算了、哦、好，那个谢谢你上来陪我聊天了、哦、难得你老婆不在旁边、好，欢迎你下次老婆不在旁边的时候可以再陪我聊、哦、难怪老婆不在旁边才敢讲二十年前那件事、哦、你老婆会看我节目吗？等一下，并不会，我之后把你那个访问上海人收录的给他看，让他要知足。哦，那你老婆万一不小心 YouTube 刷到我的节目，然后刷到这一集被我剪出来，那她不会找你去追问二十年前那个女的是谁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她没有看你的节目。哦，对啊，那你要小心哦，你最好把她的账号，然后我的频道给 ban 掉。哎，这样好吗？不要了啊，好了，好，那好，谢谢杰克，好，谢谢你海上阻止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。好，来下一位哦。